不妨先把这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黑风怪赏了灵虚子一颗金丹，若是寻到此物，就算没白来一遭。
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哼，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，都是唬人的，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。黑风怪好弄把戏。 嘴上修真养性，肚里贪婪其心。我所求之事，不，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。 Yeah.
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？灵运不散，浮于空中。哎，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哎呀，哎，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全反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 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荡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 继承天命，自是无法回头。你我无非都是这茫茫天地，圣景你已在路，只管任性向前。你我还会再见。
僧法明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求而不得，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凡皆苦，只可自度。
外物，与我的师父又有何分别？广谋，广智，小神想起来了，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你想那么多做甚？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一鼓作气，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
干嘛？快快快，帮你哥哥！你小小蛇妖不过儿，蛇胆用来泡脚倒是亲热解毒的佳品。来来来，小老弟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瞧瞧瞧，你这模样多半也是花果山来的猴子，我见得多了，论辈分你们都得叫我声祖宗。不过算了，谁让我被贬了呢。下界之时拿了不少宝贝，你瞅瞅，可有心仪的？九九，能成事亦能败事，许幸甚远。
呵呵呵，小老弟今日这回保你能喝个够了。酒酒酒，能成事亦能忘。放心放心，何德之帅，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小师父，天色已晚，你来我这修身之地大开杀戒，到底是何居心呢？善若不施，恶则不长。小生劝你再思量思
不是。虽至少Yeah!
长一尺。听命于那熊皮守着后山要道，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，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，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你可都见过了，旁人念念不忘的也是你所求的吗？中，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